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截至2022年1月22日12时，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近14天累计报告8例本土确诊病例。经市疾控中心评估，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标准，本市即日起将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定为高风险地区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市有高风险地区一个，为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；有中风险地区一个，为房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大街8号。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。